来说，都比死更重要的事。我们就是这座城市的胆子。如果连我们都怕，整座城市的心就不安了。和平年代，在一线部队拿二等功，多半是付出了本能。你那么在乎街上的人物意识，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吧？我们只是脆弱的人，不是万能的事。你觉得你都不在虚妄的东西吗？他们选的这份职业一直坚持到现在。雪琴，你爱你的职业吗？你就爱你的职业吗？我爱。一人者兼为人，居上，你还记得你的事业吗？你们要用超出常人的体力、智力、意志力和时间赛跑，和死神赛跑。我选择以这样的方式为这座城市需要，就不能后退。